十月初才发行 Moonleaf Flower Blackpink Lisa 相隔一年再度来台，17号在高雄巨蛋举办粉丝见面会，16号晚间抵达高雄小港机场，却让苦等一天的粉丝们很失落。搭乘专机抵台，只见他穿着帽 T， 戴上口罩，保镖四只黑伞遮挡镜头。Lisa 被成功捕捉到的时间只有短短一秒钟，总计八台保姆车等候，其中一台直接开上通道正门口，让他火速上车。现场更拉起红龙隔开，让冒雨见天后的歌迷直呼太残忍。来帮 Lisa 接机，差不多10点多，从早上到现在。是我台北的，帮那个 Blackpink 的 Lisa 接机，就是有的时候会听一些同好会透露一些消息。有人带着专业相机，有人专程从台北到高雄，开心替偶像接机却扑空。网友留言好夸张，第一次看到挡成这样。也有网友愤怒表示，现在私生饭有多少公布 Lisa 的饭店班机资讯，太没水准。其实主办单位一早就发文提醒 ，Lisa 将全程走 VIP 通道，无公开行程，请勿前往机场接机。Blackpink 成员各自在喜爱的风格和适合的领域发展， Lisa 不止推新歌，也进军好莱坞，难得来台粉丝抢见，天后扑空，只能在见面会上一睹偶像风采。三立新闻郭思文、吴文轩台北高雄报道。